我们坐船了咯。哇，有信仰，你看，这就是海咯。哇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尤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你想我们去哪里？去玩沙子。去玩沙子啊！我们就是要去班国捞，还是第一次去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去到那一个地方，很期待呀、啊。阿伦在找着他的玩具了，他要带过去。要带哪个去玩？那小小个的哦。这个吧。出发！哇咯，我们到了喂！现在就在等待中，我们亲戚一般一起去，有没有很期待呀、啊？我们在等着船来，这么喜欢啊你啊！耶，我们坐船了咯。开心啊！走路走路，我们坐这个船。我妈妈在那边。对啦，好多年没有这样出来了，真的是很开心，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了。嗯，讲什么？阿乐有没有很舒服？有。妈妈帮我拿东西。很好吃。阿乐又讲很冷，然后又给我拿。哇，好冷啊。漂不漂亮？我们走了，现在去吃东西。哇，很多哎！哇，阿龙的耶！好吃哈、啊！我们给吃，不用紧，不想给吃。嗯，谢谢你哦。那我就了。哇，有信仰，你看。哇，好近距离哦，很酷哎！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，现在要去住的那个地方。哇，好像很漂亮哦。可以在这里蒸鱼。好啦，刚才大概的已经看了那个房间了，就弄到乱七八糟了，因为我们换泳衣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过去那个高脚屋，我妈妈是住那里，就是这里咯，我身后这一边，看一下他们那一边的房间呢到底是怎样的，漂亮。
小心啊！哇，在看海极爽，好爽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去吃晚餐哦。我们刚刚到了，然后你看我们的身后很漂亮。我们一起聚餐。交给阿伦的沙爹，我这一份好大份哎，阿伦有 broccoli 耶，阿伦，阿伦这沙爹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，他吃完了你看，阿伦该分享了一个，很好。嗨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第二天了，阿伦还没有睡醒，醒来哟，哎呦，第一个眼睛只是 OK， 哇好酷耶，我们一起出来了，让我们走着去吃东西。我们今天早上是吃buffet，所以现在就过去看看。水果，哦，有包。Good， 已经差不多吃完了，看阿伦。等下我们去哪里？玩沙发。哈哈哈！开心啊！阿伦一出来就看到这个海滩，想过去。不怕了，在这里而已，这就是海咯，哇，回到来了，好热哦，哇，阿伦谢谢你哦，他拿我的水瓶给我哎，等下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会带。等下去那边玩沙子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这些工具咯，他应该会很开心。我们在这里等啊，哇，我们到了，哇，好漂亮哦，这个海好可爱啊，你看阿伦，我现在这里很深耶，